三小时挑最难。今天早上我在看吃播的时候，看到一个欧巴在吃韩式炸鸡，那到时候要问呢。于是呢，我就突发奇想，二话不说，我们今天就来自制韩式炸鸡。我们把台湾的胖老爹跟韩式辣酱 mix 在一起，一秒变欧巴。欧巴又来喽，当然也不能忘了我们台湾原本的美味。于是呢，我们将原味的胖老爹炸鸡沾蜂蜜芥末酱来试试看。我们可以动。
好了，影片就到这边。不得不佩服我自己，今天的韩式炸鸡啊，非常成功。如果你们在家想要吃韩式炸鸡的话，我建议你们可以在家自己动手做，步骤非常的简单，详细我有附在下面的资讯栏，跟着挑嘴男一步步变成欧巴。以上喜欢我影片的朋友，记得帮我追踪加订阅，还有我的 IG 跟脸书也要帮我追踪哦，拜拜。哎，胖子，换你吃，可以过去一点吗？镜头太急了吧？来，真会喷出来呢、啊。不会的、啊。干你！没有网友说一定要看我们吃完，不要啦，神经病啦，我现在都已经胖了。